孩子练习数字的妙法就是玩猜猜看的游戏。您可以想着一个数字，然后给他们可以猜中的提示。比方说，您挑了9，您可以给个暗示，像是这个数字是在8和10之间。如果孩子需要更多的暗示，您可以说这个数字的读音像9。您可以给继续暗示，直到他们猜中为止。玩这个游戏可以帮助他们加深对数字的了解。